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大用无方。第七段，福同世间三昧门，最后的四首偈，我们从十四首到第十六首，这个三首十二句，前面我们念过了。经文上都是讲的四谛，所以在四谛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我们所看到的随念一法都圆融具足一切法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也就如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诸法实相。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那么由此可以体会到，整个宇宙是一体。这个认知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有这种认知，你才真正能看破，才真正能彻底放下了，回归自信。然后如同诸佛如来随心应量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感应道教，信德流露，显示出大自在，大圆满。我们华严学到此地，这个认知是越来越明显了，这是好事。重要的呢，是我们要加强行动，也就是认真的修行，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，错误的行为多，太多了。总而言之呢，不外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个三大类。彻底放下，那就本来是佛。这个佛是究竟圆满佛，不是分证即佛。放不下，放下的不够，这才是分证即佛。哪有放下呢？接近这个边缘呢，这是相似即佛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。给诸位说，这三大类的烦恼，四圣位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
就四圣法界，只放下了执着、妄想、分别，没放下了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修什么呢？主要是修放下分别。分别真正放下了，在四圣者上二界，是菩萨佛啊，到佛法界，这四圣法界到顶点了。这个佛是相似即佛，不是真佛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起心动念没放下。虽没放下的起心动念非常的微细，这个微细念头断掉之后，十法界就没有了，他就到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是分真即佛，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四谛，由此可知，四谛通一切法了。不只是讲啊，世间、出世间呢、啊，我们概念上这个局限呢，不是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，无不容摄。昨天我们学了啊，这个藏教的。生灭四谛，啊，把苦跟集讲过了，啊，这个苦跟集说过了，这个是世间因果，啊，后面两条啊。道谛啊，跟这个灭谛，苦集灭道了，后面两个是出世法啊，这个出世法里面也是先说果后说因啊，因为果大家容易懂啊，一讲都警觉到了啊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尝到了啊，然后再跟你说这是什么因。一切诸佛菩萨说法教学的方便如是，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那么就世间苦里面，我们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三苦八苦，这是每个人都很明显感触到的，深苦啊，深受的。那么佛还给我们讲啊，还有三种辛苦，啊，辛苦啊，贪嗔痴啊，我们一般讲的烦恼。烦恼是因啊，
但是烦恼你先前也感受到啊。所以从你现前的感受，那是也是果报。如果现前造作呢，那就是属于因，因能招苦果啊，贪嗔痴能召集三苦八苦啊，这是现在。还有三种后世苦，这三种后世苦啊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啊，那么总而言之，这些通通是三界六道里面的生死之苦。儒家做学问，讲博学，慎思。明辨啊，当中还有个审问呢，啊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这四个层次啊。那在我们这个地方就用一个字“谛”，谛是真实的明白了啊。你儒家讲通过博学、审问。慎思明辨，明白了，明白这个是真苦啊，不是假苦啊，所以叫苦谛啊。这个谛这个字呢，哎，我们用儒家这个讲法大家好懂啊。什么叫谛？谛是真实。什么叫真实？确确实实通过了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这一点都不假，真苦啊！啊，所以叫苦谛啊。那么集，集是聚集、召集啊，你所聚集的这些因根缘。与业相应呐，啊，业是什么？业是造作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起心动念跟言语造作相应，这就叫造业。啊，要是微细的来说呢？这个心里起心动念呢，叫意业。起心动念，你就在造业了。啊，没有通过语言、身体，只是念头，意业。跟口联合起来呢，就是语业；跟身体联合起来，就叫身业。啊，你看看余业跟身业那个总的指挥是意业，所以意业最重啊。地藏经上说得好啊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，无不是业。佛为什么把话说得这么重啊？为什么说是罪是业？我们特别敏感，就是那个罪啊。为什么？佛讲的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为什么是罪呢？你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你说这是不是罪？
只要你离不了六道轮回，那就肯定你在三卧道的时间长，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。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那就是为什么会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三卧道的时间长呢？你自己好好反省。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，几个念是善念，几个念是恶念，你就晓得了。恶念多，善念少啊！这不但是六道啊，那简直叫三途啊！啊，几个人起心动念，善念多，恶念少，啊，那不错了。可是怎么样呢？还是出不了三界。善念生三善道啊，恶念生三恶道啊，出不了六道啊，怎么不是罪？善念都是罪，这个可怕了。那要怎样才不是罪呢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没有罪。关键在此地呀！啊，只要你还有执着，啊，执着，我们一般人讲成见，自以为是。啊，你只要有这个念头，就是属于执着。执着叫见思烦恼啊。啊，执着生生活，执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我所有的。啊，有我，有我所啊！这是六道轮回的因呢。这个东西不能放下了，六道就不能脱离。啊，六道不是真的。正道歌上说得好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六道从哪来的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完全是一个错误抽象的意念。这个抽象意念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。啊，设法界六道三途决定没有啊，梦中之事啊。可是你做梦真有，你梦醒了没有？啊，现在六道众生在做大梦啊，啊，迷的时候叫做悟的时候醒过来。他不悟，为什么不悟？放不下，他不肯舍弃。啊，放下就觉悟，没放下，经念的不少，听的不少，也说得天花乱坠。啊，可是依然出不了六道，那什么原因呢？那叫解悟。有解无行啊，解悟不管用啊，解悟就是我们现在新名词叫佛学，
佛学是解悟啊，佛要证悟，证悟是什么？证悟是学佛，所以学佛跟佛学两回事，也就是说，解悟跟证悟是两回事。啊，解悟啊，人很聪明啊，说得天花乱坠啊，啊，无济于事。从前李老师常讲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业报，那就是说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他无法脱离。这就叫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。那如何能摆脱呢？佛教给我们的理论方法也明了。那佛教我们放下了，你看看，放下见惑，见惑是执着里面的一分呢。你把这个东西放下，你就证虚脱还果了。啊，虚脱还虽然没出六道。你要知道世间的圣人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决定不堕三恶道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能把八十一品四惑断尽，六道就没有了，绝后空空无大千了啊。那么他到哪里去呢？他到四圣法界去了，提升了。所以你不能瞧不起虚陀洹啊。虚陀洹修什么呢？我们在金刚经上得到了消息啊，他所修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把这个执着相啊放下了，放下的不多，放下的很少啊，只是把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放下啊，身见放下了，再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啊。那么他认定什么生活呢？比没有觉悟的人高明，没有觉悟的人也有这个能力，不把身认作我他认为什么生活呢？灵魂生活，身有生灭了，灵魂不灭。这个现在连外国人都相信 啊学佛的人不是这个认知，灵魂还不生活啊，可是也不能说不生活啊，可以这么说法，灵魂是迷惑颠倒的我啊，这样说就不错了。那真正的我呢？真正的我是清醒的我，不是迷惑颠倒啊，那叫什么？法性。所以佛法里面不叫灵魂，叫神识啊，神识是带了迷的法性发现是真我啊。发现什么样子呢？啊，
坛经上六祖慧能大师讲那个就是发心的样子，他讲四句啊，讲了五句啊，二十个字啊，发心是什么样子？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你看，二十个字，把发心的样子说出来了，那是真的自己啊。啊，大乘教里面，所以初信位的菩萨，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一样，也就是说见惑断了啊。那么这个四相啊破了啊，四相不是彻底破了，也不过破了几分而已啊，破了几分啊，决定不在这种无我无我所啊。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形象，这形象是个工具啊。那么从相中讲，我们的性识借这个工具起作用，起什么作用？教化众生的作用啊。那我们自己是凡夫，也是修炼自己，提升自己啊。对自己来讲提升自己，对外面来讲他受用的是给众生做榜样，给众生做示范。这经上讲的示现，示现给人看，示现给人看是度化众生啊。这个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这是一念觉，一念迷，你活在这个世间很苦啊。迷是迷惑，迷惑必定造业，造业必定受报，就干这个啊。受的报是苦啊，在造业的是极地啊。那你绝了呢？绝了就是道啊。啊，绝了的时候你造的这个业叫净业。苦没有了，一觉苦就没有了，不觉苦不能避免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感觉的无论是身无论是心还有苦受，自己要很清楚没有觉，还在迷啊。只可以说呢，比一般人迷得清啊。对自己来讲呢，比过去迷得清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在受的虽然是有苦受啊，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啊。越是严重的执着就越苦，执着淡一分，你所受的苦就轻一分，这是道理。所以情执越重啊，越可怜呐。啊，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啊，放下，再放下，再放下，永远在那里放。
上中下三根之人呐、啊。啊，上根放得快一点，也是天天在放啊。中根放得慢一点，那下根就更慢了。啊，只要能放下，给诸位说，都是真佛弟子，那不是假的。唯有上上根人，所以叫一闻千悟啊！啊，他明白了，一下就彻底放下了，这叫圆顿根性，这种人很少啊。那么在古印度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这个实现。啊，他是一下放下的。在中国，像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圆顿，啊，一下放下的。啊，其他的我们没有看到。啊，上上根人呢，只看到这两个。啊，其他人上根。啊，有人三四年放下了。彻底放下了，有人十几年彻底放下了，有人二三十年彻底放下了。这个彻底放下，就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史书里面看到的啊。啊，那么在教下有没有？教下叫大开圆解，在净土宗里面讲理一心不乱，都是这个境界。啊，这就说明修行方法不一样。啊，经典里面名词术语不一样，同一个境界。所以说，法门平等呢，无有高下。那么急既然是着急了啊，这就是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那你就决定感召未来的生死之苦。这未来生死之苦就是轮回啊。啊，所以叫做急啊！啊，急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聚集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无量无边烦恼。啊，那现在我们认识，我们明白了，啊，也通过了博学。慎思啊，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通过了，不错这个招来。祖师大德常说的来生的不如意啊，招来三界六道生死的苦苦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成为极地。出世间的啊，出世这是讲出离六道轮回，这个界限画在这里，还不是这个设法界啊，我们讲界内界外，诸位要晓得，界内六道，界外四圣法界。小乘讲的 啊，就是生灭四谛。
迷，我们一般人很不喜欢看到这个字啊。其实这个灭是什么意思呢？灭烦恼。灭烦恼是灭因呐，灭生死，灭轮回，这是灭果啊。啊，那灭呢，在梵语里面呢，称为涅槃。啊，那印度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。啊，佛教到中国来，涅槃就翻作灭。啊，经典上用的非常多。啊，可是在世俗里头啊，是用另外一个翻译的名词。啊，叫什么？叫圆寂。圆是圆满，寂就是寂灭。啊，我们看缘起比这个灭好像感到舒服很多啊，圆满的寂灭啊，烦恼灭尽了。在生灭四谛里面呢，灭的是什么烦恼呢？见思烦恼啊，尘沙无明都还在，直灭见思啊！啊，见思是什么呢？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执着，这大家就好懂了。那我们对于事出世间法啊，我们把它归内：事出世间，一切人，一切事，一切万物。不再执着了啊，一丝毫执着都没有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啊。见思烦恼断了啊，贪嗔痴慢疑恶见全没有了啊。那个恶见是恶见，就是思，就是见惑啊，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疑特别是对于圣教的怀疑啊，佛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啊，果报你有疑惑，常常说这东西是真的吗？真有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证明的？哦，一切放下，靠得住吗？啊，只要有这些疑惑存在，这是极大的障碍呀！啊，《大乘经》上佛讲的菩萨最大的障碍就是疑，为什么？菩萨贪嗔痴断了，慢也断了。那个疑好难断呐！啊，所以西方净土啊，对菩萨来讲，不是对不对凡人说的，对菩萨讲的难行之法。你看菩萨修行，修无量劫，修三大阿僧祇劫，这才能证果。一听说怎么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证果，而且还比他更殊胜，他听了摇头，这个不可靠，这话不是真的啊。那么有这个疑虑，这个法门呢，他生生世世都遇不到，为什么？没有缘呢、啊、这个障碍把缘障断了啊。我们今天
一听到这个法门就接受，是不是比菩萨高了？好像是高，实在讲呢不见得。那为什么呢？你一接受相信，他听了怀疑，真的比他高。为什么说不见得呢？你虽然信啊，你还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你这个心不是真的啊！你信了，你这一生能不能升极乐世界也是个大问题。啊，那你要问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听经学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才有疑问，认识不清楚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放不下。放不下的原因是我们认识不清楚。真认识清楚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？而且告诉你，很容易放下。啊，这个就是早年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佛法智难行易呀。知为什么难呢？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了，你就晓得众生要真正了解难呐。啊，现在的众生更难度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意见太多了，妄想太多了。古时候的人呢，世尊在世还好多啊，为什么众生老实？只要对老师有信心了，老师讲的就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像小朋友对老师一样。啊，你看看幼儿园的学生，小学生对老师没有一丝毫怀疑，中学又怀疑了，大学怀疑更多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小学生心地纯，长大了接触许许多多的层面，被染污了。尤其是现代这个世界，现代这个世界说老实话，小学生就不单纯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天天玩电脑，在电脑里面学了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东西。先入为主啊，所以他有他的标准。你讲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不一样，他就怀疑。所以是越来越不好度了，越来越麻烦了。其实佛菩萨古无大德已经把修学最重要的纲领教给我们了。怎么个修法呢？中国老祖宗教的教之道贵一专，学之道当然也是贵一专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开智慧啊。他得三昧，开智慧啊，这是善学。佛法里面也是教我们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尤其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，立眼所相，立名字相，
立心原相，那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？这才叫真老实啊！你一心听法，一心是没有二念的啊！不要执着言语，不要执着名相，给你讲四谛，给你讲十二因缘，给你讲六度，这都是名相。你从名相里面了解他的义理，不要执着名相，不但不执着名相，还不要去想他，立心原相，听明白很好，听不明白不要去研究啊，不要去想他，哎，这个是什么道理，你一想就错了。为什么？落到意识里去了啊，不想，不想那怎么办呢？多听啊。所以佛讲了49年嘛，一年没听懂在第二年，2年没听懂听了3年啊。真的有人到49年才开悟，这个2、3年、4、5年开悟的上根啊，10年、20年开悟的中根啊，40年、50年开悟的下根，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啊！啊，这佛的慈悲也啊！所以佛善说，我们要会听呐！啊，绝不加自己丝毫意思在里面啊！所以人首先要学什么？要学谦虚啊，要把心里面的东西啊掏得干干净净的啊，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学讲经怎么个说法呢？佛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啊，完全是佛所说的，没有一点是自己的意思。诸位要晓得，中国自古以来佛门里面祖师大德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，这叫什么？讲小座，讲小座的规矩只能讲老师的啊，漏掉没关系，不可以讲啊。他这个里的意思很深的 啊最重要的意思呢，是训练自己的三昧啊。什么叫三昧呢？训练自己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啊。所以第一个出来讲经的是谁呀？阿难尊者，集解经藏，佛怎么说他就怎么说，绝对不加一个字，绝对没有自己的意思啊，说漏了没关系，决定不能增加，记录下来成为经典，从此之后代代相传，全用的是这个方法，正法。你自己加一点意思去，那个法的味道就变了，不正了啊。到什么时候
哎，可以随自己意思讲了。什么时候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那我们换一句话说什么？你真的见思烦恼断了，我们讲对事处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没有了。佛说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意思了。为什么？阿罗汉了吗？阿罗汉是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阿罗汉是正觉。这个正的标准就是他执着放下了。菩萨叫正等正觉啊，菩萨不但执着放下了，分别放下了。放下分别就是正等正觉，再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的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佛说啊，你证得阿罗汉呢，你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啊。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呢，你自己意思都是邪知邪见。这佛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！所以你要是讲的讲经说法，讲的没有过失，没有错误，你不放下怎么行呢？啊，放下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虚头换骨。啊，你再能把贪嗔痴慢疑统统放下，你才能成阿罗汉呐。见火虽然猛烈，容易放。啊，似火，经上形容的藕断丝连呢。啊，所以它时间很长。啊，要通过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。啊，不像前面一个断了，立刻就证虚陀洹果。啊，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断四火。啊，三界八十一品。啊，那么这叫灭。啊，我们今天真正的功夫，把它摆在修行第一位，就是求这个果报。我们没有能力顿断。啊，这个三大类的烦恼一起断，确实没这个能力。啊，那不是我们说勉强的来的。啊，这个话，方老师跟我讲过。啊，张家大师、李老师都跟我讲过。他们三个人也没见过面，也没商量过。啊，同样。警告我，要有自知之明，自己不是上上根人，不能学他。那我们自己是中下根性的，像上楼啊，要爬楼梯啊，哎，慢慢上来啊。啊，那个上上根人呢？他不是爬楼梯，他是飞上去一步登天的，他有这个本事啊。那我们学他
他没有这个本事也跟他学，掉下来之后粉身碎骨，你上不去啊！就这个一定要知道。三个老师都劝我，啊，怕的什么？怕的我们自己狂妄自大，啊，那就可惜了。啊，爬楼梯，爬高一层，哎，你就接近一些。这个方法正确啊，所以我学佛56年呢，爬楼梯啊，这是跟我啊长期跟我的同学都知道，我相信你们都能体会得到啊。从哪里？我年年讲的不一样啊，年年有进步。进步不是说念书多，不是念书多进步不了，年年都在放下，哎，只有放下了才是真正的提升。念好多经论，听好多经论，不肯放下的时候是一点提升都没有。这个道理你要懂啊，好像我们上楼梯一样，我离开底下一层我才能到第二层，离开第二层我才能到第三层。你总要学啊，你不学，学得再多还是在这一层。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。哎，你要不放下，你永远在这个层次，你决定提升不了。啊，说得天花乱坠啊，你不得受用。所以不放怎么行呢？啊，不放就没进步。六道不放下，永远在六道，你就出不去。啊，放下六道，你才能到四圣法界；放下四圣法界，你才能到一真法界。啊，所以我感激张家大师，头一天就教我看破放下。啊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那就是智慧成长。啊，看破再放下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啊，我们中上根性的人爬楼梯啊，百尺高楼一层一层往上进击啊，这个里头有乐趣，法喜充满啊。为什么有很多老和尚啊一生都不能提升？他生活的也很苦啊，没有喜悦啊，障碍很多啊，那障碍是魔障啊。啊，魔从哪里来？也是放不下才有魔障，通通放下了，魔障就离开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折磨不了你了，他自然就走了。啊，你好名，那个好名就是小辫子抓在他手上，他就可以戏弄你。你好色，哎，好色也是个把柄在他手上。你通通都不好的时候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他对你无可奈何，那怎么只好走路找别人去。啊，所以你要离开魔道啊，要离开累劫冤亲债主，你看这个方法妙极了啊！冤亲债主还会找到你，是你放不下了啊？为什么会找到你身体呢？哎，你放不下你身体，哎，他就跑到你身体里面来。哎，你得放下身体，身体没有了，空了，
他就无可奈何了，啊，就找不到你了。啊，这个灭，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，啊，先灭见思烦恼正阿罗汉果，啊，小乘就是真的阿罗汉。啊，那用什么方法呢？啊，这个四谛里面文字里面啊，以助烦恼戒时灭苦，三界一也灭啊，六道轮回的业因呢，业缘呢，灭了啊，三界一烦恼灭啊，就是灭地里面的有余涅槃。可见的这个灭，不是生死的死啊，不是死啊，啊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你真的一切都不执着了，把执着灭掉了，我生还在啊，我事业还在啊。你身体会更好，为什么更好呢？身体健康，身体不生病，身体不老啊，执着这个身呢，天天怎样去养这个身呢，这身会老，这身会生病，会有很多麻烦，冤亲债主都能找得上，没有身了，不再执着身。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提升自己境界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的工具，这个好啊，你看那个念头一转不一样了啊，念头一转真的是金刚不坏身 啊，所以有身有事业叫有余，有余一涅槃啊，确实是进入了不生不灭的境界啊，涅槃有不生不灭的意思啊，契入这个境界，身体在，工作在，事业在啊，佛法的事业就是讲经教学，记住，牢牢的记住啊，我这一点是感激张杰老师啊，非常难得他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叫我念释迦谱，念释迦方志啊，龙藏里面有释迦谱，没有释迦方志，日本大正藏里面有释迦方志啊，我最早看藏经啊，是看日本大正藏，就是台北善导寺啊，他们里面收藏的藏经啊，因为那个寺庙是从前日本人建的，所以里面的藏经啊，全是这个日本的版本啊，龙藏他没有。我看到的是万字啊，万字藏、万字续藏跟大乘藏啊，那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才晓得，释迦牟尼佛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他是什么身份呢？职业教师，从30岁开始教学到79岁圆寂，整整教了49年
啊，他的教学就像中国办私塾一样，啊，私人的私塾，不过他学生很多，啊，学生通常都几千人，啊，有没有校舍呢？没有，都住在旷野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吃饭出去透过，自在呀，逍遥自在呀，没见到这样。啊，也有一些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提供他们自己的花园、别墅，啊，请释迦牟尼佛在那里教学，佛很随缘，也欢喜，也接受。可是，一个阶段讲完了，他就离开了。老人家圆寂的时候，在双树间，在野外。这个意思告诉我什么？一生没有见到这样，是真的。啊，他过世啊，不是在祈愿精舍，不是在竹林精舍，啊，是在旷野双世界。这个视线的意思，要体会得到啊。一生没有到场啊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道场是国家建。洛阳白马寺朝廷建的，啊，以后各个地方政府建的，啊，还有私人长者大德建的，都是十方丛林，啊，谁去管理呢？哪个建的，哪个人管理啊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啊，建道场。不是出家人的事情，出家人只是专门修行，专门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起源精舍财产是几乎都长者的，借用啊，自己一点不操心啊，啊，管理这个地方。结果长者派人来管理啊，啊，好像他开学校办学校，佛跟这些出家人说，通通是老师是学生，是来上学的，啊，学校里面所有行政，啊，这一些工作的人员，全是结果多长者他派的。他领导的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那么在以后，在中国，虽然国家建的大厂啊，里面一些行政琐碎的事情呢，还要出家人兼顾，出家人也就接受了。那么谁去顾呢？选举。民主选举制度啊，在佛门里面最早兴起来的啊，选举任期啊只有一年，很公平啊。啊，那么你被选上了，你就管理这个道场了，这是佩服，照顾大众啊，使一般人真正能够啊一心一意在勤修啊。那就辛苦你，你照顾一年，啊，一年期满呢，再选，啊，人人有权利，人人有义务，有权利是在那里修行正果，有义务者有义务照顾大众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寺院里面方丈住持没有人争呐。那是替大众服务的，是义工啊！啊，谁去争这个？啊，而且呢，地位真的完全平等，唯有平等，才能真正的有和谐。
和平呐、和是国，平是因呐、所以只有平等才有和，不平绝对没有和。不平啊，那个和是假象，平等和是真实。所以中国人讲和平，你看，国在前面，因在下面。日本人呢，他先讲因和，日本人讲平和，中国人讲和平，都很有味道。日本人家平讲先是心平，然后才能气和，心不平，气怎么会和呢？中国人先讲气和，气和心当然平等。心不平等，气不会和的。这个中国跟印度啊，有许多地方相似，都是把果放在前面，后面再讲因。所以这就讲啊，有余以涅槃。顺便讲到，我们应当学佛了，应当以本师为榜样，向本师学习，本师没有别的方向，所以智慧德能不是学来的，这个我在早年张家大师叫我读释迦谱，我那个时候确实程度很浅，一知半解，没有看出世尊示现的深意。一直到前年，前年年底，有个同修送了两本儿。两本释迦谱新印的，我翻开了一看呢，是龙藏。龙藏这一篇东西单独抽出来印成单行本十卷，我看到非常欢喜，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再读了，所以他送来之后我从头到尾详细又看了一遍，用红笔重要的地方把它画起来。这一次看的时候，看出释迦牟尼佛示现的门道，看懂了。什么门道呢？他老人家19岁。放下了王位继承权，他本来是继承他父亲做国王的，他放弃了，放弃了荣华富贵的宫廷生活，出去参学，我们现在讲出去学习，寻思访道那我们就能够明显地体会到他的身份是王子，高贵的身份，又聪明绝顶。那你想想，哪一个好老师不喜欢这样的学生？遇到这样的学生高兴的，真的全盘都交给他。这是他的语言书生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印度是宗教之国，哲学之国在全世界那就是最高峰
无论是搞学术或者搞宗教的，没有一个不修禅定，禅定的功夫都非常好，都能够达到似禅似空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它都能够突破。所以对六道情况了解太透彻了。啊，六道不是佛教的。啊，最早是婆罗门教的。婆罗门教啊，这个就现在的印度教，我跟他们往来很熟啊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的宗教有一万多年的历史。啊，那么印度人不重视历史。啊，虽没有历史的记载，但是现在上世界呢一般承认印度教至少有8500年。啊，所以我们宗教在一起活动总是把它排在前面。为什么我们按年份来排？啊，它的历史最久。啊，第二个是犹太教。犹太教有4000多年历史。啊，第三个是拜火教，我们中国人称仙教，也称它做明教。啊，它有3000多年历史。第四个才是佛教，佛教现在外国人承认2500年。啊，那么基督教只有2000年，所以它就排在我们后面。啊，锡克教只有700年，是这么排下来。所以在宗教排名里头，佛教排在第四，啊，1万多年呢，啊，所以他们学者普通做学问人没有一个不修禅定的，啊，这个比中国高明，啊，中国真正是对于六道情况啊，不甚了解，偶尔提到。啊，那么我们就相信释迦牟尼佛禅定功夫也不在别人之下。佛教里面讲的四禅八定啊，叫世间禅定。啊，那这个世间跟出世间呢，我们现在搞清楚了，从释迦牟尼佛示现明白了。啊，什么叫世间，什么叫出世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啊，要细心去体会、去观察。12年，把印度所有的宗教留得高深，啊，学者里面的真正学者专家，他通通都见到，通通都向他们学习，真的是博学多闻呐！啊，学习12年，总结的是什么呢？总结的叫不究竟，不能解决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六道轮回生死的问题不能解决。啊，所以这才到恒河旁边找一棵大树底下去入定，这个大树以后就叫做菩提树。啊，他在那个地方怎么开悟的？放下12年所学的不要了，统统丢掉，彻底放下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用12年所学的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。所以我们这才明白了，你学的东西再多，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叫世间法。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叫出世间法。你看阿罗汉只放下执着，啊，妄想分别还没放下，他超越六道了，这叫出世间的。所以世间出世间，我第二次看这个读这个释迦谱啊，我才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把它讲清楚了。啊，
也就是不管你学什么东西，只要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叫世间法。啊，不管你学什么，只要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叫做出世间法。法没有世指世间出世间，是出世间关键在此地。那么我们学《弟子规》，啊，学《论语》，学《孟子》，如果我没有执着，那是出世间法。我学《华严经》，我还有执着，世间法。这不能不搞清楚啊！事出世间呢，是在放下了，啊，在看破，在放下了，不是别的。啊，这一放下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六道轮回是究竟怎么回事情清楚了，为什么会有六道搞清楚了，六道之外还有什么搞清楚了。这个是当时这一些宗教里头学术里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释迦牟尼佛全解决了。啊，那么再翻过头来看中国，中国慧能大师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樵夫出身，砍柴的，卖柴的，啊，偶尔听到一个人念经，念《金刚经》，他听了几句，听了很欢喜，他懂，啊，这么一个因缘。别人叫他到黄梅去看五祖忍和尚，啊，这一见面真的就有缘了，啊，五祖把法传给他，他在黄梅八个月，没有进过禅堂，没有进过讲堂，只是在对方里面做义工啊，啊，在就是厨房的旁边呢，舂米、破柴，干了八个月，最后无主，啊，半夜三更，召见他到方丈室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大意呀，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，讲大意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